耶！ Yeah！ 今日嚟到全港最大嘅室内高卡车场啊，面积有大约50,000平方尺噶，两条赛道加埋咧，总共有18个弯位，谂起都觉得好刺激啊！一齐嚟同我碾翻转啦！其实咧，我系完全冇揸车嘅经验嘅，所以玩之前都有少少紧张。但系到真正落到场之后咧，就发现都冇想象中咁难。其实我感觉咧有啲似打机啊，或者玩紧 Mario Kart 咁样嘅。不过咧实战嘅时候咧，就觉得刺激好多啦。仲有个踏盘好重啊，所以扭踏咧就要好大力先扭到啊。佢咦咦声。高卡车场其中一个老板真是赛车手嚟噶，佢仲亲自为前身系保龄球场嘅场地设计赛道。高卡车场有15个弯，一般人踩一个圈平均就系30几秒到啦。全场分为3个部分，包括小童漂移车场、大人高卡车场同埋主题餐厅。2岁至4岁嘅小朋友可以玩 BB 电动车，5至12岁嘅大啲嘅咧就可以玩漂移车。如果爹哋妈咪喺65kg 以下咧，都可以亲自落场玩噶。场地仲有电竞区，玩赛车 game。大班朋友嘅话咧，可以 book party room 添噶。